Yeah.
你要做官啊？我为何袂当废掉为官呢？哈、啊！做到这尼啊大好，请问三相爱君来到家庭有什么代志啊？我来问你，今天点在家庭出的，你伫咧办什么案件啊？未台，这大的玫瑰册。此件案件本官有心。人骨结案啊嘞！我是三相爱君，敢讲袂用是信息？好啦。你若要再再信，就予你信啦！来人呐！那个是你他？有机会咯，你换到边换到我参加做官。今天不过告在家庭处的。总督大人，我来看问你案件铺在哪里？案件铺在这案桌上的所在，你看。切开滚来！一只卖到开始两条啊，怪咩啊？嗯，本官会办理。来人呐、啊！带上大刀玫瑰册。下你是何人？金中文，记得本官因何不敢正面？熊娇母，说你无罪，正面来。家中所得不能轻视，我来问你，案件铺顶悬三件案件，头一件你念头家之事，从因何来？你有何解释？是，你念头家。不应该做一名奸商，勾心骗人一道。那当时只不过是要小小告示，我你就怎样啊？向我问名，自称大刀玫瑰册，所以我就诛将伊，我就诛将伊太死咯。大家说说。林追，无你的代志，走啊！人我抬的呢，你走。大胆！本官在此，恁两人踮在我面头前高头接你，是咧做什么？大人下罪，到底这件代志是什么人所做？人我抬。你抬的？对。你叫什么名？假鸡赛。假鸡赛，我问你什么名？你假鸡赛。我是问你什么名？大人，你慢生气。伊姓只，名叫做鸡屎。你当时给我说你，啊，你看我不是跟我讲伊的吗？啊，你头我靠保安呢？住口！这件大事是你所做。我本官先停嘴了。那安尼，我再问第二件案件，当店头家又该如何来死？是我贪的，又是你。在那里破声，在外外地破声，张文忠破手团，这两个人我抬。抬人一命，解背一场，敢讲你唔知影？我大人有反省的心肝，才来到这自首啊！哼，大人你有带反悔之心，来人，将伊将车按在一边。第三件案件，报亚明报主，亚明报主如何解释？我，叫你，我敢杀人，我无头地是我呢。我未讲过，你是要先认识。大人，亚明报主是我所起，但是我无解释。如何解释？当初是一切人中毒妇，会当了解，原来无犯之心。凡是人苗圃在处，哎呀，你真得力呀！太过大胆，太力不保。你既然吹只雕亭红落，也够做出这款大事呀！安国大人，唔免解释，来人呐、啊，将伊顶落收车，好等明天。啊！回家城，好万岁办理。有够好的，请大人坐坐。
恁双人爬起，多少大人？啊，你我白讲几句。来人，解释。那边是哪里办的？大哥，小弟，想要到在条为官，请你原谅。方才剑在架场出地，三军爷爷礼貌交交，我无多认你是我的大哥啊！兄弟一场，收袂到，我紧着门，今仔大刀玫瑰餐，竟然让你看笑话了。其实我早就知影，你是大刀玫瑰餐哦。为什么你会了解？十二期间，我替夜明保书，往到当店里去，叫做比伊总督大人。以为讲我偷窃夜明宝珠，原来如此。你来解救，我做就认出你了。这是天公伯啊，保庇啊！现此时，我能在这为官，嘛是大哥你来相助啊。唔通安尼讲，你家己嘛是有福气，大哥。大哥，做官嘞。是呀、啊。啊，你本身哦，捧杯四他分。伊也是我结拜兄弟，叫做七明洞，原来是安尼先，安尼同样也是兄弟。大哥，心内所想，小妹你不念父啊，毕竟招呼算晒，敢未用了解？小弟啊，论这位玉剑锋，也是我结拜小弟，伊的小妹玉秀芬，生作真漂亮，唔知这番的昏天大事。阿叔，只要大哥你若同意。我也同意出门的亲事，大哥，我小妹也已经年纪中盛了。我心想，这位结拜的兄弟也生做一辈好人才，也无甲伊切成一对呀。对啦，我嘛是八连华，会上啊，我想要嫁啊。小妹，唔知你有同意无咧？哈？有冇？你的小妹要求要嫁伊，啊，伊小妹要求要嫁。你傻着嘛？这小妹干咩？啊，没啦。咱两个配做伙多多好，你看我出来够花，美丽一定死咯。什么？什么搞美丽？做出这种的戆代志，伊不要诉诸相，也来对我道歉，你自己反省家己，不应该这事陷害你。这边虽然是破镜中人，好险，那是我的兄弟，曾经受过我的帮助，如今做一个三省案官。才能为我解开难关，只是讲吃鸡屎，吃鸡屎。希望你当轻轻发落。我知影，今仔日伊所做诶代志，也毋是刁意个，我会轻轻将伊发落。哪呢？咱应该想办法一道伊伊。是啊，大哥。大家吃好团团圆圆，再来定伊吃鸡屎。要我相亲已经不在，阮两个人亲情大疏。就望大哥你为阮做主咯，这是该念呐。富贵天晴亮，一家庆团圆呐。大家笑好。